小贤的装扮，哇，有没有吓一跳？很辣呢。对啊，嗯，我今天也很压抑。我今天 cosplay 的角色就是 Xbox 360上面的火爆玫瑰 Double X。记不记得之前我也 cosplay 过另外一个角色，叫做 Candy Ken。对 ，Candy Ken 就是那个拿着吉他的摇滚辣妹。那今天扮的是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，叫做日之本绫子 Hinomoto Leiko。嗯，那你知道我今天扮的是谁吗？我知道。你是素食店的店员？对啊，你好，想要点快乐儿童？喂，不是啦，因为呢，这一款游戏呢是这个女子摔跤游戏，那里面没有男生的角色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只好扮成裁判啦。哎呦，还是一个油头裁判。对，其实呢，这款游戏非常棒了，因为它是继生死格斗之后呢，最受男性玩家欢迎的一款游戏啦。随便一个女生都穿的比我还少。哎，开玩笑，你这样子哦，已经算穿的多了，我告诉你。真的吗？因为呢，后来呢，他们出了一本这个日版的杂志呢，是专门介绍火爆玫瑰。Double X 的这个叫乱震超女大全，嗯，就是里面都乱震动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这里呢叫做蓝震二女大全。哦，意思就是说像阿拉西风暴一样。啊，对，而且呢，里面随便翻开呢，每个人都穿很少，你看，真的，你算穿的很多的嘞。这是消除症星光大道啊。哎，对对对。那所以呢，在今天的本周主打新里面呢，我们会做详细的介绍啦。好，一开始还是来看看本周的新 PC Game。新呢要为大家介绍就是火爆玫瑰 Double X。这次我们要介绍的就是360的版本，那之前呢有在 PS2 上出过嘛，所以呢这一次360可以说是上一次的这个强化版哦。哦，怎么说是强化版呢？因为呢这一次呢除了增加了户外场景之外呢，另外呢现在呢还可以利用 Xbox Live 呢这个进行了语音对话，还可以四个人同时上线这个对战哦。哇，那欧弟，我记得你好像很喜欢玩摔跤游戏，之前呢我们介绍360上的摔跤王国你就很厉害啊，那这种女生的这种美式女子摔跤你有没有玩过？其实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子摔跤，因为我觉得女子摔跤就比较就是尖叫抓头发撞墙而已嘛。哪有，你知道吗，这次火爆玫瑰她每一个角色都有她自己专属的那种大绝招。哎，啊，真的吗？她们也有大绝招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试试看啊。可以试试看吗？嗯，好，我现在直接开始，我用你哈。你要用绫子吗？对，我用绫子。好，加油咯。糟糕！哦，我被人家反制，哎呦，垂直落下是 DDT， 超高了，好痛！哦，好痛！你呆，我觉得看着自己在游戏上面被打，感觉好奇怪。DDT， 好了，看来知道使用甩神技哦。好了，欧弟，你不要让我一直被打。好，被压制。其实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还蛮像那个男生的扮家家酒游戏哦，就是因为他可以帮他换衣服啊，然后可以帮他换发型啊，那还可以挑选颜色。对啊，感觉很像那个拿着芭比娃娃在玩游戏。对，每个女生都穿得好少哦。好了，我想我玩太多了，旁边在吹了。哎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好，对不起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要知道详细的状况呢，马上看一下我们本周主打星就知道啦。好，一起来看看火爆玫瑰 Double X Light Game。哎，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单元？我从来没听过。不要那么冲嘛。另外一个单元就是呢，不同于线上游戏的 online game， 今天要介绍的游戏这平台呢，就是在手机上面哦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啦。嗯，因为呢，现在的手机呢，本来从2G 嘛，已经变成3G 的手机了。嗯，不但呢可以视讯通话，还可以玩游戏，另外呢还可以看电视哦。哇。现在手机真的进步好快哦！记得最早的手机就叫黑金刚，你记不记得？对对对，好大一只，然后跟水壶一样。这只嘛，这个我这个是二代黑金刚，稍微比较轻薄短小一点。你看，还可以这样把盖子打开来。嗯，那还有另外一款手机呢，非常印象深刻，就是这一只。嗯，它的名字叫小海豚啊。我记得那时候都去夜市改那个很多壳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还有发亮的。这只手机呢，之所以会出名呢，是因为那个时代呢完全没有中文输入，后来呢它是唯一一只可以中文输入的手机哦。哎呦，怎么输入呢？很简单，婆婆妈妈呢没有办法，不看不懂英文，只好呢把中文输入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金城武跟维多利亚？对对对，这一只呢刚好就是柯洁的手机，他只有两个朋友。那如果呢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呢，他只好把它抄在外面，越抄越多，这样无方力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后来我记得还有一个厂牌的手机，就是呢跟骇客任务合作，只要一按下去，然后它盖子就会滑下来。啊，香蕉机。对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
微鸣机，为什么呢？你麻烦一下按我一下按钮，叮咚。你说跟维明哥的下巴一样滑出来了，收回来。好，哎，方便了。好了，那等一下呢，好好仔细看一下影片呢，我们就会有3G 手机要送给你喽。对，现在的3G 手机游戏都进化成 Java Game 喽，所以我们今天会介绍很多好玩的游戏给大家。马上来看一下另类 Online Game 之手机 Java Game。哇，酷哎！你看手机还可以冲浪哎，哎，画面不错哎。对啊，跟以前那个差很多哦，做的蛮真的。对啊，哇，不错不错。那如果说我的手机不是3G 的功能，我没有办法玩这样的游戏耶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呢就要送给你3G 的手机啦。哇，好棒哦！请看那边，除了有3G 手机之外，还要送你很可爱的运动手提袋，一起送给你哦。哎，这次可以说是价值不菲啊，可以说是那个我们这次呢这个开播以来最贵一个礼物。对啊，你看现在3G还可以看电视，还可以视讯对话。对，所以呢，这次的题目要难一点了，请问，好，小贤今天 cosplay 的角色叫什么名字？哎，这很简单哎。哪里简单？很难哎。很难吗？哦，你要必须看那个一开始我们第一个串场的时候才知道，而且你一定要加两个字，就是把他角色名字写出来，然后加三个字，有腹肌。好，一定要加有腹肌了。好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啦，有腹肌啦，有腹肌哈。